五岁小男孩独自去小超市买东西吃，老板问他和谁一起来的，小男孩却指了指空气，说是跟奶奶一起来的。等小男孩离开后，老板发现付款的竟是一张冥币。看视频点赞的人运气特别好。小男孩有个疼爱他的奶奶，父母没时间照顾他时，爸爸会叫奶奶过来帮忙照顾小男孩，奶奶会带着他出去玩，还会带他去小超市买零食吃。从老板和奶奶的闲聊得知，奶奶有高血压等老年病。老板还会逗逗小男孩，因为小男孩五岁了还不会说话。你要是叫我一声张叔叔呢？ 我就把它送给你吃。呀呀，只会说呀呀两个字。等妈妈回来后，奶奶就告别小男孩回自己家了。第二天，父母急着出门，可是奶奶还没过来。 爸爸只好在小男孩周围画了一个圈，告诉他千万不要出这个圈。小男孩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。没多久，奶奶就来了。小男孩自己跨出了粉笔圈。这次奶奶没有带他去小超市，他带着孙子回到了自己家。奶奶说自己没钱了，让小男孩去楼上找爷爷要钱。小男孩听话的就往楼上走去。到了中午，爸爸回来了，他看见小桌子上有吃剩下的零食，于是他问儿子零食哪里来的。小男孩只会哎呀,呀两字。爸爸以为母亲又来了，母亲身体不好。 他就动身去看望母亲，可是敲了半天门却没反应，爸爸只好用身体撞开的。刚打开门，一股恶臭就迎面而来。母亲已经死去有一段时间了。儿子前去看望独居的母亲，没想到母亲已经在家死去多日。大家不要害怕，评论区的狗头会保护你们。夫妻俩为母亲办好葬礼，奶奶最疼这个孙子，爸爸只能撒谎欺骗儿子，说奶奶生病住院了，让儿子一个人乖乖在家。他们像往常一样把铁门上锁，然后一起开车上班去了。可是过了没多久。 狗子对着空气叫了起来。小男孩看见后非常高兴，他独自一个人过了马路，来到了奶奶经常带他来的小超市。老板很奇怪：“你是谁来的？”小男孩却指了指旁边，可是旁边并没有什么人。小男孩掏出零钱给老板，老板拿钱一看，竟然是一张面值千亿的冥币。老板赶紧找到小男孩的父母，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。夫妻俩赶紧回到家：“这钱是哪来的？”只见小男孩站起身来，指向身后墙上挂的正是死去多年的爷爷。可是这怎么可能呢？夫妻俩来到一间寺庙。 这才得知母亲想死后和老伴一起火葬，父亲的遗体一直存放在寺庙。在男人的坚持下，他们找到了父亲存放的棺材，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，里面只有几张冥币，这让男人十分不解。而另一边，小男孩又看见了门外的人，他高兴极了，急忙打开拉门的铁条，从门缝里钻了出去，独自一人来到了马路上。五岁小男孩去小卖部买零食，老板收钱时发现是一张冥币，爸爸问儿子钱从哪里来的。 小男孩伸手指向死去多年的爷爷，看视频不点赞的父母吓得亚麻呆住了。他们前去寺庙找大师帮忙。半夜，儿子又偷偷出了门，正好被赶回家的父母发现了。他们发现儿子一人走在马路上，两人一路跟随，发现儿子来到了母亲的家里。两人急忙来到二楼，二楼阴森恐怖，只有一面镜子，似乎还有一个人的身影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缓缓打开，儿子就在房间里面。爸妈回家。儿子会说话了。 爸爸高兴地要带他回家，可是推开门时，儿子发现了父亲的遗体坐在轮椅上，父亲的身上还抱着一个箱子，装着零散的纸币。夫妻俩吓坏了，原来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太过于思念父亲，偷偷叫人将父亲的遗体带回了家里，将他藏在了二楼的一个房间。透过镜子，两人还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。事后，夫妻俩将父母一起合葬。小男孩的妈妈还将镜子带回了家，镜子中出现了爷爷奶奶，仿佛在守护着自己的孙子。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要珍惜眼前人，不要错过了才后悔莫及。喜欢的请点赞关注，我是金乐，我们下次见。